姜黄，人间十世穷鬼命格，每次都是枉死、饿死、被羞辱而死的结果。姜黄，自此之后，你将获得财神的仙位继承，而成为财神的第一步就是散财。去吧。财神老爷，此去凡尘历练，请记：一，不要囤积积蓄置办资产；二，不要投机取巧；三，不要慈善阶级无差赠与。昔日财富之神迹，不是结果。嗯，好说好说。姜法，此次去凡间历练，是大功德一件。请你不要留恋人间，若感悟不足，可就永远不能再回到上界了。啊，永远不能再回到上界。小童在此等候师父归位，祝上仙早日修成正果。我等祝财神早日修成正果，回归上界。我跟你说啊，在咱们小区住的人都是非富即贵，有权有势的。以后遇到了，给我批紧点。是是是，以后还希望老大多多提携。放心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打我家狗！啊，咱们小区物业规定遛狗得拴绳啊。怪你妈了个腚！我家宝贝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事没完！哎呦，姐，什么事发生这么大口儿啊？你问他。经理，这位业主他不是……姜黄，你小子是不是风趣大小啊？我告诉你，赶紧给咱们刘，赶紧给咱们刘姐的小宝贝道歉，对不对？啊，给狗道歉？你们别再欺负人了！我去你妈！让你道歉都便宜你了。吓着我家小宝贝了，谁负责？是是是，姜黄，现在赶紧跪下给刘姐的小宝贝道歉。我不跪。嫂子，我告诉你，在咱们小区，就算是一条狗都比你尊贵。把你可怜自尊心给我收拾，我们把你腿打断。来人，是把他给我摁到地上，给刘小姐磕头，磕到满意为止。放开我！你给我跪下吧你！家境贫寒，身份低微，竟然还被一条狗给羞辱，这一世的自己怎么还是够惨？财神仙力解锁，阶段任务已开启。请您在一个月内散财一万，银行卡到账100万元。哼，果然到账。接下来只要能完成凡尘历练，便能重回上界，继承仙位了。这小子不会磕傻了吧？真没劲儿，小宝贝儿，我们走。这个傻子本紧。哎哎哎，慢走，刘姐，散了吧，让这小子好好反省反省。有钱之后倒也不必纠结一下，这话不敢吧。经理，经理你在吗？给我进来了啊。昔日财富之神功绩不是结果。哎，来此番历练也是困难重重啊。哎呀，说话快。师傅啊，来来来，进快进。别着急。哎，
调皮。我只是来刺个针，哟，这么刺激啊！小宝贝，错了。等会儿啊，别着急，来 ，Come on baby，Come on， 来吧，来，哎，来呀，小萌，不许踢腿，哎，孩子，来，小萌，啊，站住啊！你滚！滚！你把腿松了。今天小爷我没别的，就是消费。好嘞，小少，这就给你安排。先生，晚上好。好好好好好。萧九田，江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说你找了个正经工作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里怎么了？这里一晚上的工资啊，比你一个臭保安一年的工资。这是钱的事儿吗？你这是在作践自己啊！江皇，你胆子肥了还敢骂我？要不是你个窝囊废，要啥啥没有，老娘至于自己抛头露面吗？我也有钱啊。人家的男朋友知道给自己的老婆买包买衣服，你再看看你呢。我告诉你，收起你那不值钱的关心吧。爱情是需要物质维持的，懂吗？没有钱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。我有钱啊。你有个屁呀、啊！江峰，你兜里有几个子以为老娘不知道呢？我告诉你。隔壁八八八的王少答应给我买一块金子，价值十万块。小甜甜，王少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呀？人家不是说有你找你吗？这男的谁呀、啊？少，这个废物啊，你算我这边一个男朋友。哎，人家不过看他长得白白嫩嫩的，玩玩人家。原来是个怂鬼，怎么的？我这捉奸来了？那可真不行，我你敢打我？江峰，吓死你是不是？妈的，就是你们这个恬不知耻的狗男女！来捉奸我的未婚夫，沈华！来人！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金尊 KTV， 老子就是天！你是打我？今天你怎么打，我就怎么打回来。而且我还赔。今天。谁吐嘴狗吐沫，我给一万；打一巴掌，我给十万；谁要是把他给我废了，我给谁一百万。呸！金黄，你可真是天生的贱命啊！啊，跟你在一块儿，真他妈给我丢份儿。来，给我继续打钱，我管够。你说你跟谁过去不好，偏偏要跟王少过去。你要死是吧？我要死，信不信老子先把你废了，再让你好好看看我怎么弄死你。我弄死你！哎呦，这一百万没人要，有案好了。
龙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拍什么拍？滚蛋！王少华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们就一起喝酒，闹着玩呢。龙雪，你敢让你的保镖打老子？ 通知下去，撤除王少华。你敢撤我的职，老子可是你未婚夫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的婚约作废。行，解除婚约，撤职是吗？你怕不是忘了当初为什么要求这我们王家投资的是吗？三，你敢开除，龙雪集团的资金链就会断裂。从今往后，龙雪集团是生是死。 都远，我们走。南如雪，给老子站住！南如雪，王少华，你竟然敢当众行凶！ 一条看门狗而已，我们王少打都算是看得起。王少，这个贱人竟敢打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对我指手画脚？啊，王老婆，咱们俩的账还没算呢。算？你一个臭保安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算账？保安？那我南如雪的男朋友？ 有没有资格？怎么样？他现在是我男朋友。你脑子有病吧？找一个保安当男朋友？保安怎么了？他踏踏实实，勤奋上进，总比你一个纸货男人身下钻的骚货强多了吧？而且啊，他长得白白嫩嫩的，多好看啊！ 比某些老家伙抢了不知道多少倍吧？放屁！他不过是图你钱。你身边这个小贱人不也是图你王家的钱吗？更何况图我钱怎么了？伺候的好啊，我一样给。你，更何况你王少华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他现在是我男朋友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他？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喝。哦，南如雪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带人走，那就是和我王家作对。 你可别后悔，后悔！王少华，我今天就是把钱全都砸给他，我一分都不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啊，你配。好，南荣姐，你会来取，没有我，你就拿不到林家的标书，龙雪集团就。王少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就算没有，三天后的临时招标会，我要。 我们走。今天的事儿真是多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还出不了这口气。能认识你啊，也算我的荣幸了。哎，对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可以找我。哎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什么忙都能帮。当然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 喂，100万，帮我出一份林家招标会的策划方案。恭喜消防完成第一阶段财神爷先辈任务，下一步散财金额暴击，请您在20天内消费1亿元。银行卡到账1亿元。哎呀，看来这林家招标会是十拿九稳了。 总裁，三天了，我们都没有拿出合适的招标方案，这次林家的标头我们恐怕……哎，先去招标会场吧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干嘛？请帖呢？出具请帖痕迹。请帖我倒是没有，哎，不过我是你们龙雪集团董事长，南如雪请来参加的。不是，你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。我呸！龙雪集团的美女总裁。 整个云层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！你这种眼光，他怎么可能认识你？啊，认不认识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。
哦，里面有联系方式。我打。你也不看看你这个穷逼什么身份，赶紧给我滚！我也看人低了。身为名保安，你的技术刁准，左顺不亏的整个行业。他妈的还敢骂我？那就别怪我弟客气了。你敢骂了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住手！学生，这儿有个臭乞丐，我这就帮你把他赶出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送到报告会了。做我交易的，让我进去。交标被封了。你呀？学总，这位是？这位焦先生是我的人。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，他你也敢拦？对不起，江先生，刚才是我对不住你，我求你原谅我。薛总，我听说林佳也和王少华签了合同，那边有王少爷，恐怕咱们这一次要输啊。你们融雪集团的条件完美符合了林家的条件，这一次招标会花落谁家还真不一定。哎，你不是那天酒吧里的那个小保安吗？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包你成功。什么人竟然擅闯我们林家的休息室？哎，我呢叫江房，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来给你们林家送礼。